帮我把我的美瞳找出来。好。千纸的精髓就是嘴白。你要是完全按照千纸的那个唇色来看的话，就会显得，气色不太好。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是用你平时喜欢用的那些色系。你就像 TF 的71啊，杨树林50啊，或者是你先用那个香缇卡的那个闪粉先打个底也行。你为什么老研究我的口红色号？你是对我的口红有什么想法吗？拿这支，让我给你涂一涂。求求你了，哥哥，求求你了。这是云峰的妆就是这样。Droplets to waterfalls, sitting on a mountaintop, dreams that drifted apart were melting away. Nothing left to say. C'est la vie, come what may. All that's left is from me. 我给你晕开，你这样不晕开不行。哪有粉色眼影呢？我把它擦了，我要擦。擦掉就是不爱我，擦掉就是不爱我。好，那我不擦了，不擦了。快换古风，快快快！像不像一位歌坛前辈？哎，不对。